向效模式存在于现实基本结构中的意识，它们来自于一个不同的宇宙，这个宇宙存在于我们的宇宙诞生之前，并且拥有不同的物理定律，这个前宇宙被称为第一海托时。向效模有许多不同的形式，取决于它们选择如何显现，有基于植物的向效模，类似虚空由思想召唤的向效模，还有基于科技的向效模。这些形式对向效模本身影响不大，但会影响出现地点和外观条件。向效模的力量来自于感知，越多人观察向效模，他们就会变得越强。当一个文明成长得太庞大，很多人开始注意向效模，向效模就会战裂，杀害观看者，这会导致文明毁灭，并将人口减少到相当少的数量。在基金会宇宙的历史中，至少发生过两次，一次是外星种族，另一次是人类。向效模的来源与第一海托式的毁灭有关。第一海托式因为 SCP-001 锁被打开后，产生 CK 级重构事件。这个重构事件会杀害所有它触及的东西。第一海托式的生物将思想投射到重构后的宇宙中，成为了向效模。人类在过去曾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星系级文明，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向效模，当向效模被发现时，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的人开始意识并观察到向效模，导致向效模的攻击，使人类文明几乎被完全摧毁，只留下地球上的少数幸存者。SCP 基金会在收容 SCP 的过程中知道了向效模的存在，因此就开始努力摧毁收容他们，但向效模仍旧存在着。SCP-169 是一个巨型的海洋节肢动物，在水手间与口述历史中被称为利维坦。SCP-169 的体长推测在2000到8000公里间。这个生物被认为自前寒武纪就已经存在，没有其他样本被观测到。SCP-169 的习性几乎完全不明，例如其繁殖能力、食物来源及筑巢处。它身体延伸出的岩石状盘面成为了一个群岛，群岛在过去几千年都位于海平面之上。但 SCP-169 潜伏海底时的任何深度改变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群岛沉没。 SCP-169 移动缓慢，每周移动小于1公里，看似漫无目的的漂流，在水中推进的方法未知。常规性的地震波幅显示它每隔三个月进行一次呼吸，导致岛屿群地形出现小规模变化，由此推断此生物可能处于休眠状态。 SCP-169 体型大到不可能被收容，因此基金会只能尽可能封锁所有相关的消息。SCP-2440 是一个超维度的实体，力量与知道它存在的人数成正比。SCP-2440 具有的魔音效应可以插入任何资讯来源，包括文字、图像、声音。知道它存在的人就会被感染成为它的信徒。SCP-2440 能够对这些信徒进行控制。SCP-2440 的唯一目的是感染足够数量的个体，使它能够直接显现，推测就会导致 SK 级世界末日情形。SCP-2440 的感染者们组成了一个称为神之子的邪教，组织成员尝试通过所有方法创造并传播 SCP-2440 的魔音。组织的建立早于现代基金会。在神之子的神话中， SCP-2440 是一位被称为修拉的神。世界最初，虚空之母生下许多古神，古神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人类，为他们服务。数以百计的世界和现实被创造出来，虚空之母与混沌生下了 Mato。而修拉则是虚空之母与光明之父所生下。马头是最为强大的古神，他创造许多野兽，并企图杀死他的兄弟姐妹。人类则在众神的争斗下受苦。与其他古神不同，修拉没有创造神明，而是创造了工具，将和平繁荣所需的工具和力量给人类。这引起其他古神的不满，并为此企图摧毁他。最后，修拉击败了其他古神，却因为马头死前的诅咒从世界中被放逐。在一次短暂的显现中， SCP-2440 展现了极大的现实扭曲能力。在 SCP-2440 眼中，所有除了信徒以外的人都是异端，他杀害了大量异教徒并破坏城市。基金会为了阻止他，杀死了大部分的信徒，成功将他驱逐。缺失之物与 SCP-1915 还有 SCP-1935 有关。 SCP-1915 是一个33岁、相貌平凡的高加索人，他的能力会在他生活现状发生改变时发生作用，将周遭环境转变成原本正常的生活现状，周遭的人也会受到影响。他的收容间被他的能力转变为原先居住公寓的样子，他对自己的能力毫不知情，并相信自己还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。而 SCP-1935 中，我们知道了现实扭曲者的本质，将事物之间的空白扭曲成事物，再把原来的空白挤开。这些原来的空白是存在的反面，具有抹除万物的力量，但大多数现实扭曲者都没有在意过他们，将这些空白抛弃。
SCP-1915 制造空屋，也就是 SCP-1935 来存放这些空白。 SCP-1935 的故事中，一位不明人士到达了空屋，获得了这些空白的力量。为了阻止这些力量，他带着这股力量前往宇宙并消失。在外围文档全信不带中， SCP-1915 见到了这位不明人士的死亡，而所有的空白之力也回到了 SCP-1915， 这股力量成为了缺失之物，一个没有肉体、没有目标、行为不含任何深意、没有情感、无欲无求但具有强大力量的个体，能将所经过的一切都化为沙漠。基因会与各种相关组织都无法应付它，为此基因会还放出了被收容的 SCP， 希望能阻止缺失之物。但是就连破碎之神 SCP-343 神、该隐和亚伯 Pangloss 母鹿也无法阻止它，最后一切终结，只剩无尽的沙漠。SCP-3812 是一个现实改变实体，曾经是叫做山姆·豪威尔的非异常非裔美国人，死于1996年。在他死后不久， SCP-3812 被观测到从坟墓中升起并消失。 SCP-3812 有严重的思觉失调症，特征为极度偏执、极度烦躁不安、极度狂躁、抑郁，无法感知周边环境，无法辨别真实与想象间的差异，无法区分有生命与死亡的事物，无法控制情感表达，听到不存在的声音，看到不存在的物体，感受或以其他方式接受到不存在的刺激。 SCP-3812 无法被收容，因为它会改变现实，移除收容单元，或将自己移动到另一个地点。 SCP-3812 也无法被镇静或记忆消除，它会改变现实，移除或破坏对自身或其行动自由的任何威胁。随着时间推移， SCP-381 的外表只剩模糊人形。 SCP-381 会使周遭的时空扭曲，这种扭曲有时伴有随机猛烈的爆发，这种爆发对附近的任何生物来说都是致命的，若不妥善控制可能会导致大规模严重灾害。基因会的研究发现， SCP-3812 改变现实的能力与一般的现实扭曲者不同，一般现实扭曲者的能力与修魔值相关，而现实稳定锚也是以此作用。 SCP-3812 则是能从叙事层面上改变现实，在基金会的宇宙中有叙事层的设定，简单来说，我们能创造基金会的故事，因此基金会就处于我们的下层叙事中。 SCP-3812 在被位于上层叙事的作者给予了超越一切的设定后，成为超越所有叙事层的存在，甚至也超越了作者所在的叙事层。作者为了消灭 SCP-3812， 以各种异常现象攻击 SCP-3812， 但却都完全没有作用。 SCP-3812 为了报复作者而大肆破坏作者创造的叙事，也就是基金会宇宙，但最后理解到作者本人也是被更上层的叙事所束缚。理解这点后，他修复了自己创造的破坏，离开叙事层消失。以上就是 SCP 基金会中五个强大的神级存在。向上魔是一个比较难懂的设定，简单来说就是宇宙曾毁灭过，而前一个宇宙生物的思想投射到现在宇宙就成为向上魔，但表现形式会有不同。当同个文明中太多人观测到向上魔时，向上魔就会摧毁这个文明，过去人类文明也因此被摧毁过一次。 SCP-169 是一个极度巨大的海洋节肢动物，被称为利维坦，它的身长有数千公里，并且存活了很长时间，光是呼吸就会引起地震。虽然原本文档中 SCP-169 除了大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能力，但是在 SCP-3301 的测试记录中还是被称为至高神性存在。 SCP-2440 是一个超维度的实体，得知它存在的人就会被控制成为信徒，知道人越多它就越强大，到达一定数量后就能显现出现并造成大量破坏。这些信徒们被称为神之子，在他们的神话中， SCP-2440 是一位古神，为了帮助人类与其他古神争斗，在打败其他古神后也被放逐，因此他需要信徒获得回归的力量。虽然在神话中会帮助人类，但他对异教徒却会毫不留情的杀害。缺失之物与 SCP-1915 有关， SCP-1915 是一个现实扭曲者，他会将身边发生的改变进行现实扭曲，使他维持不变的生活。SCP-1935 中揭晓 SCP-1915 一直将现实扭曲后产生的空白存放在 SCP-1935 中，一位不明人士获取了这些空白的力量，为了阻止这些力量，带着这股力量前往宇宙并消失。这位不明人士死亡后，空白的力量回到 SCP-1915 身上，成为了缺失之物，拥有毁灭一切的强大力量，连其他神都能轻易消灭，最后摧毁了世界。 SCP-3812 原先是一个普通人，被上层叙事的作者赋予突破一切的设定后突破了叙事层。突破叙事层后， SCP 基因会宇宙发生的事对他来说就像是虚构故事一样。
因此它能随意改变现实。作者为了消灭 SCP-3812， 凭空产生了许多异常现象，攻击 SCP-3812， 但全部都没有效果。SCP-3812 大肆破坏后，理解到作者本身也是被更上层的叙事层束缚，最后离开。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喜欢；不喜欢的话，就让不喜欢吧。希望我做什么 SCP 或主题，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就这样，拜拜。